人啊，先来先。没有，什么事都没做，我什么事都没啊！他被杀死了。你要说，看来我该遇险了。本来就是先发制人的，你怎么被黏住了、啊？杰克，你怎么拿钻斧了？哎呦，每个人现在一个都比一个凶，大家都超害怕。派派，派派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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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、哎，不要啦，回来啦，杰克，哎、快点。小雨杀掉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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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到他的呼救了。我觉得阿纪，你这个任务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慢慢磨，然后磨慢慢杀了，有没有？准备好几套军装了。笑死！哎呦！快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然后杀手在后面。啊、什么？那一转头看到哈基在追杰克。杰克快变异了！小雨，快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以为是说小雨救我，就是小雨杀了我。逆向思考啊！反正不要死在你手上就好了。对啊。哎、欸。原来你们有个地方没有补到，那我自己来补。哇，这金钟僵尸也太强了吧！尖刺金甲、欸，太猛了吧！我又看到怪怪的黄金装的人又在弄走来走去了。走来走去不行了，奇怪、欸，你为什么穿着金装？一定没有。算了。这个时候说算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接近他之后呢，再换金装再杀。对对对。哦，好讨厌哦！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要这样做？没有，被发现了，被讲出来了，你被发现了，来不及了。没有。对嘞。下一颗星。啊。他怪怪的啦。啊，怪怪的啦，没有啦，你们怎么可以把我想得这么坏嘞？他是一颗星什么的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啊，白痴！哦，该错了。好，没有。雨月，你是幸运三吗？有啊，被告知。有啊，怎么了？可以啊。等一下說，我家里没了。我会在你家。啊、不行，哎。接一下。嗯，先生，大家记得拿回来哈。好。啊，如果看到那个穿金装的怪人、啊，直接把他杀掉就好了。直接讲说是怪。哇，你直接说他怪人，他会不会很难过啊？没关系啊。什么怪人？我是好人。不行啊，通常直接这样子，直接只有说好人的都是坏人，真的。你说王狼人，狼人杀说我是一个好人，过。对，好人日常当上级。哎呀，日常当坏人。然后对，日常当坏人没有错。嗯，我是好人，你们都误会我。哦、这个水什么流？好，可以污蔑我，白痴啊！我又该错了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不习惯音架的方式、欸，哎，你会把它往前盖？我刚才往前盖了，好不习惯了，要花时间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！我刚以为你要唱那个杰克主题曲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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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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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假的？对，他绝种了。再去找喽！给我，我这边有。啊，你在哪里？刚没中，我只是刚没中而已。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你在哪里？藏起来！我这好远哦，啊，再过来。哎、欸，你没有讲你是什么忍术。啊！
我会给小木仔。你要说忍术大老鹰之术，然后就传过来。老鹰遁地之术，你就是老鹰流派了，你知道？嗯，鹰之形，鹰之形。瞧，哦，那好。哎、欸，我少收那么多骨头了，好开心哦、喔！你箱子超多骨头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。哦，那个之前那个拿回去的吧？啊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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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从校园那边拿过来的啊，想起来了。怪砖那边的。隐约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在地狱啊！你在地狱吗、啊啊這個？黑橡木，你就放我箱子吧。什么空气？跑到地狱去啊？黑橡木树，然后我在找东西啊，来找人杀、啊。大爷。哪里有大爷？大爷怎么了？大爷，我走不动了啊！你要吃东西是不是？他要食物，他要食物。啊、你还有家啊？好，你去找怪人，你去找怪人，他会喂饱你啊！我不要，他已经被我杀过了，我不需要打他了。我不要。我说你要不要去我田那里买点东西啊？好。来点马铃薯什么去烤、啊？为什么这边的草地不会生了啊？我要来光顾繁星。亮度够吗？够啊，吧，很亮啊。嗯，这边啊，我身上吃的只会在我身上。繁星家里很大，又有吃的，很好。很大又有吃的，很大，还可以飞。没有，你肚子饿，外面挥一挥就有，你看。没有，我有看到外面一堆鱼哦，我还以为是拿棒子哦，我以为它就有什么棉花糖就可以吃了。你那个是在那是在南，不一样，国境之南，没错。杰克，你常吃才对啊，还蛮长的啦。对啊，你是说哪里长？饮料都叫微长一点，真的假的？完了，哇！哇，那台南人支持不就是在讲你吗？对啊，不就是你？天哪，你都只叫微糖哦！哇塞，台南人支持，对吧、啊嗯？你这样子甜度够吗？对啊，你这样会没有？说不定他的，说不定他的微糖等于我们的全糖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哦那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你说跟店员讲说跟你一样甜之类的话，哎呀，哎呦，很会撩，啊！哇！那我自己到底是怎樣？这真的好多鲑鱼哦！之前河川地形都没那么多。家里好多鱼哦！好多鱼，多鱼啊！家里好多鱼，不是那个多鱼，你多鱼吗？我帮你拆掉。家很多鱼耶、欸！你的家很多鱼吗？把你拆掉好了。啊！我那时候干嘛盖那么多？我们没有跟杰克同居，你搞错人了。什么东西？有人说你们不是同居吗？问号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你搞错了，还没而已。杰克同居，只是杰克很常来而已。对啊，只是很常去。他们还没同居而已啦。对，不赶快。那、啊、什么时候会同居？什么时候会同居？对啊，你可能要等到几百万年后吧，我不知道。一千年以后，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没有我、啊，哇！哦，所以你们已经约好来世再相见这样子。哇哇哦哇哦！哇哦！香蜜，香蜜啊，盖歪了，香蜜盖歪了，我的屋顶。你好忙哦，你怎么不在下面做个无限水源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剩一颗心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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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对哈、哦，任务到底解完了没、啊？他剩一个人吧？还没呀、啊，剩谁？还差一个。我也还没杀到啊。他应该现在杀了团团跟小雨。你们不要在意我，你们先玩你们自己的啦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把你在意我，我会害羞。我已经把 TP 指令打在小雨身边了，你杀不到我。哎、欸，你们用的要讲要讲忍术哦。非雷神之术那一种吗？非雷神之术，真的啊？
可以。三代火要不四代火影的技能呢？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推推推，推推推啊！怎么被剧透了？什么？这都几年前了。我们的确还在看啦。没有啊，讲讲名称，你又不知道那效果是干嘛的。对啊，是不知道了。对不对？把敌人 TP 到自己身边来的人数多么强啊！这太烂了吧！这太烂了！不用去找那个哎，不用去找。对啊，不用找 boss， 自己把人家找啊。蠢猎人哦，我没有杀你啦，没有，要杀你我借用的东西啦。你这里他们换装备，现在大家都很有戒心哦。没有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，代表你的存在感很棒哎，大家都想要注意你。就往旁边砸。地板这个怎么做的啊？啊？你要烧两次石头？烧两次。对，那个是平滑石头。对。你要鹅卵石烧成石头，石头再烧一次。啊，很麻烦哦。你要吗？我仓库很多啊。他仓库超多哎、欸。超爆多。对。你要你就拿去啊。啊，不对啊，我不应该给你啊！你刚刚想杀我哎、欸？没有杀，没有啦，那个是误会，是刚刚的事情。刚刚那个是有人在控制我，那是酱妹啦。哦，对对对又是酱妹吗？又是酱妹。酱妹。啊，那时候车来了，那个是我另一个人格，嗯、另一个人格。啊，他有去，他有去什么？做一些特种任务吗？特种任务，他是创世神吗？这个他们应该不懂。他是创世神吗？不懂了。到啦，这个他们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他是两个字吗？啊！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。不是啊，我没有碰到岩浆哦。那你是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，就碰到了。那你那次有碰到有没有碰到啊？有碰到了，在有碰到跟没碰到之间。对，在有碰到跟没碰到没有之间。怎么的？怎么了？你笑这么开心？你怎么了？不是，因为刚好哈基说这是你的另一个人格嘛，嗯、然后刚刚前一句是接垃圾车来的，然后就说垃圾车是哈基另一个人格，哇，谁讲的？给我出来！我绝对不会说是小什么心什么的，哇，被卖了。哎、欸，哈基，哈基，你那哪那等到那个超鬼王快来了，你还要靠他喂东西给你吃，真的？你要等到超鬼王玩，你再算账。小心啊，超鬼王，我就蛮想玩的啊，对。跟他讲话就要加笑，记得多照顾我啊，记得多照顾我们，记得多照顾。他很强哦，没有啦，大佬级的、啊，他是超级大佬。有，我今天清了两个空位给他跟打面。我也清了空位了，我也清了空位了。我也清空位了，欸、我有加好友吗？你有啦，应该有吧？我有啦，你有啦。哎呦，一堆哭工。我有人说，哎呦，大家的警戒心都那么高。好哎呦，都杀不到人！你们的警戒性很高啊。嗯，还好啦。是吧？啊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你要杀谁？你要杀谁？你要杀谁？你锁定谁？没有，你不要警戒性这么高。他打敌心，他打敌心，我看到了。他打敌心啦！大家注意，他在 N 级方向。他在泱泱家。往杰克家方向走。不要射我，我不要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了，你反悔了。我没有再挡你们，没有。哎呦，我去，我塞。你在看你的大便？不是啦，我锁定你了啦。我锁定你了啦。我在看你的大便，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我去买塞。讲什么？乱讲。对啊，你刚讲的，哎、欸、，watch my side 啊。不是台语加英语。虽然蛮多人都喜欢这样子用的啦。哎呦。啊，肚子好胖啊。
我的耳朵好热啊！哇你，哇哇，你因为看到大便然后很热是不是？不是，天，对啊，你像是隐战啊？没有，你现在是说阿基是大便很热？哇，阿基一下露出车一下大便，哇哇，真的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这里耶，杰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刚刚说的，但是我刚刚就是看着阿基啊。好，看起来他自己知道要打谁了。哎呦啊！我摔下来。他自己知道要打谁了。坏，该去打人了。你该去执行你的任务了。买赛，任务解完了。买赛，啊！你任务解完了，你发完了。解什么？你解什么？另一个任务就不是在解你们那个任务，你们的心机很重。问一下，你解什么？我们很好奇。关心你、好，反正解完了嘛，一颗心打掉三只苦力怕啊，早知道哦，所以我刚刚就只剩一颗心，杰克射过来我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杰克你怎么没有这样做呢？真的没射中，可惜，可惜耶，好可惜哦，怎么这样？注意哦，他解完任务了哦。他要换，他开始接另外一个任务了。他换的，没有，你们真的是心机很重。还是小雨，你复制好我的 ID， 把我 TP 过来，我大叫就是指令，有没有？笑死！真的是哦。什么乐事？真的是哦，乐事哦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为什么死亡次数直线飙升啊？问你呀、啊，因为你刚来才被反杀。等一下干嘛的？啊！哇！没事没事，他穿铁装，他穿铁装。啊！他穿铁装。为什么不会死？为什么不会死？你不会死的，你创造是不是啊？我没有，我生存了。打不死你耶！啊！刚刚踩重生点会有无形。哦。哇！那不可以。那我要 TP 到重生点去了。我们在重生点就好了，你就自己去站在那边。我记一下重生点坐标、啊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哦！我要出花了，我们的黑橡木绝种了。哦，没了吗？我刚不是给你数秒了？嗯，但是没了。2640，好，没有了。黑橡木是往这个方向吗？忘记了。楼梯弄好了，可以上下楼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可以搭电梯了。对，哎呦，钻石包钻装、哦，你已经都钻装了，哇，你，哎呦，等下你雨月还没被杀掉、啊，还没啊？哦，那嘿，难解了，难解了，哎呦，带一只村民回来，这太难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对啊，需要村民哎、欸，可以狂刷猛刷、绿宝石，真的。黑橡木林是往哪个方向走啊？忘记了，你没有印象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去过，我也没去过。好吧，那我随便绕看看。这个剩多久？哎呦，南瓜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修来修去。这个方向感觉不像哎、欸，走错方向了。那我走这个看看。哎小，哎呦，这个树怎么回事啊？看到个树直接被切一半。嗯，哇、哦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打这么快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繁星不是被杀过了吗？没有，他穿铁装。他刚刚穿铁装。第一次穿铁装。哦。哎呦。哎、欸。我要砍死你！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我只是解任务而已。这任务解不得啊！任务好难解哦。而且你有没有开始发现，他才五颗钻石，很少。解超久。
没有，他反正没有那个集数限制，我可以之后慢慢来。你可以慢慢来啊，你就自己慢慢算吧。能不能算一下限制啊？可能三个月过后，突然出现那个金装的人，突然大家都忘光了，有没有？对，要等那个时机再。可是你三个月后，我想大家都是钻装，你更难杀。但是要越前期解越好，真的。小野猫铁，我要见你父母。好啊，欸、黑橡木林哎、欸，拿那个啊，拿音乐的比较好，我的没有等级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的附魔台只有附魔台，没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要铁，我要装备，不然穿洞洞装备吸附我不开心。好，拿走吧。哎、欸，小鲜肉，你们都有三个 ID 哦。没有，我没有三个 ID 哦。我要等你们警戒心下降再说的啦。没有，现在看到就宰了。一条路怎么走啊？啊，这里。你想干嘛？雨月，小心，他去找你。他去刷怪了，我去刷怪而已，但前面有人哦。啊，你过。让路，让路。这些很心机很重，我们是轻松生做。你让我们很不轻松哎。你让我们很紧张，压力很大哎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哎，蜜蜂。谁知道你手肘会变金装？对啊，真的。搞不好之后不是我啊，搞不好是别人，有没有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只会是你啦。我在仓库后面哦、喔，那個、那我去代替。谁撞？不是你这样盖，我爬不到上去的路哦。这里没有没有，哇，后前面就有了，为什么？这从哪里走出来？有了，这里有了。他就是放怪，好恐怖哦。好恐怖！他想弄死我，真的？你怎么这么想弄死？他就是想弄死我。等下他把所有那个怪物名字都取叫哈基秀了。哎，这好可怕哦！我觉得现在有点恐怖了。那我就可以穿金装打哈基秀了。聪明哦，不是，我刚刚是要做锄头，才发现你躲在那边呐、啊。不然原本没被不会被发现的。对，然后上去做个锄头，要种个那个萝卜。哦，我没有，你有。嗯，好想上厕所。去啊，去啊！好像是我在，可是我在挖东西。哎，好，你可以去了。你摔死了，你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。我要去了，我要去。先不要复活，你可以先去了。你复活会有危险哦。他已经被我杀过了啦！哦，好好好，他是好像第一个被杀的吗？还是对对啊，第一个应该先杀雨月才对。干嘛啦？雨月戒心比较重是不是，雨月是 boss 啊，他已经转装了。他原本搞不好还没有打算用转装的。对啊，我本来没有打算，我钻石三十几颗留着没有要用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用？因为你啊，怪的人啊，感受到危险了，这个世界开始有危险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是很和平的，但是我很和平啊，但是我错了，你错了，没有，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嘛。有人看到哈基吗？还没，我在刷怪啦，好啦，他要附魔武器砍人啦，真的，他附魔金装了啦。赶快去砍他，阻止他、啊！没有，小雨没有了。你不可以给他有经验。你刚笑成这样，秋嗨嗨呢？看来是被猜中了，被发现了。然后说我忽然招见了，把附魔台收起来。没有，你把你的附魔台收起来。我要把它藏起来喽。哈、啊，你们又怎么了？他说他在刷怪练等级，但是我合理怀疑他在对他要准备附魔武器的金装啊！你们戒心太重了啦！他坏坏，戒心没有，你做人有点不好说，让人怀疑啊！你看今天如果是我在他们旁边，他们就不会怎么样。哎，为什么的特别时期蜜蜂这么少？蜜蜂死光了哦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蜜蜂会自然死掉吗？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、欸，它是迷路了吗？
他有可能迷路啊，那个蜜蜂的 AI 做超废的。我都乱晃，然后哇，你直接超废。不是，他真的会逛街，然后逛到超远的地方，然后找不到家回去。对啊，被我发现欸，所以我要重新种。他们真的超容易迷路的。好笨哦。超笨。笨。真的不是我要说，可是那个蜜蜂 AI 真的做得很烂。有人嗯一下欸。没有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，怪啦，宰了他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他嗯了一下，注意哦，很危险哦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喂，怎么了，团团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卡了？卡卡卡，卡了卡了，卡一下下，卡一下下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啊！你刚爆掉 是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没事。那不然你刚刚怎么喂喂喂？没有啊，那个、啊、危险的危啊，危吃狼。对，虽然我没有玩。吃狼。哦、啊，哎呦，又掉下来。没有，我不用小心偷袭了，我早就已经死过了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先死过就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吗？所以看你们那么紧张，我想啊，我好轻松啊。对啊，先死过就可以放松了、哦。有没有觉得很划算？没，并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杰克嘞，声音都不见了。啊？没有，我只在很远的地方逛而已啊。啊，那你声音要出现了。哎呦，阿 B 系统哦，你声音很远，所以你没讲话，听不到。什么时候做的这个？这个下来会烫到。在逛什么啊？哎呦喂！我在逛哈基找不到的地方。哦，没有必要再为了躲我走跑这么远啊！有有有有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你先给杀过一次就可以自由了、啊，不要，对不对？忍一下就过了，忍一下就过了。不要，忍一下就过，听起来感觉怪怪的，说实在。忍一下啦，忍，只有第一次会痛而已啦，后面就不会痛了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被杀的时候就只有第一次痛就被杀啦，对啊，因为你就死了，就生存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蜜蜂怎么带回家？丝绸之处。拿花。有人要带吗？你在很远呢、欸，你拿花把它勾回来。杰克，你知道我们这边可以自己产蜜蜂出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们不是说什么用素描还是什么的？对啊，对啊。他想要挖嘛，他想要挖蜂巢回家了。对啊，那你要先熏他、哦，不然他会那个。先熏他，你要用那个你要没有，你要先让蜜蜂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。对，哦，我拿丝绸之树直接敲掉就好啦。我记得、啊、我还真的没丝绸之树。小雨有啊，我有。小雨有啊，所以我本来是要跟他借丝绸之树把蜜蜂。搬家，可是发现有蜜蜂，怪怪的，没回家、啊。怎么看他有没有在家、啊？到处找，看不出来、啊。要看它飞出来而已。对啊，我现在感觉只剩一只。嗯，那个蜜蜂 AI 真的很笨。不是生，是没办法繁殖，我有点想哭。那你在生蜂、哦啊、你可以繁殖哦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拿花给它吃。如果再生一只有办法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在等小雨那边。跟他借个种、嗯，我在傻，我跟他跟小雨借种，好，借今天继续招树种，对啊，只剩一只哎、欸，嗯啊，真的，是谁很开心在地表拿斧头到处跑，嗯，是哈基吗？啊是我啊，没有，不是我。我拿斧头我要去砍树啊！哦，哎呀，我去砍树啊！我好开心，很开心。我的猎物在哪里呢？好高、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高了，可以吧？应该是走这里吧？对，完全在外层。啊，好互动啊！嗯，请说话，请说，请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不说话了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哦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五三，史莱姆在沼泽区是白天晚上都会有吗？对，哦，我也想找史莱姆哎、欸，
我在找这啊。没有啊，我们偶尔普遍级也不错啊。你们每个人都想看十八家，真的是。你坚持想看开始。天天在十八家的会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无意间开车的那个感觉。就是感觉比较好，对，比较好笑了。你如果要硬要我们这样子，太刻意了，不好，我是没办法。对，那演是演不出来的。对，应该说我没办法演。我想说，你想解释说我演得出来啦，只是我演不出来啦。那个是浑然天成的啊，没有啦，他记才浑然天成。那你过来。哎，史莱姆啪啪声，哪里？我家里，我们附近啊。哎，对，地狱门在哪？地狱门在小雨家旁边，对吧？你家的旁边。不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等我一下。你是在地里遇到吗？没有，我在我家听到。难道你家是史莱姆？你家是史莱姆的那个地方？这样吗？哇，这我这边也太猛了吧！那什么都有哎、欸，好会卡了一下，说我会说，找找看哦，哎，对我还没偷偷用种子马去查创客，创客，创客，很近，创客，创，到底哪里呀、啊？我也在找死掉的地方，我也在找，你在找史莱姆，然后我在找黑橡木林，到底哪？大家都在找东西，哈基也在找东西，哈哈哈哈哈！找不到杀我们，哎呦！虽然已经不关我的事了，因为我已经被杀了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你也被杀了，不要说。哎，不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大逃杀。跑去哪了？然后离开。我这声音。哦，这啪啪找到了，快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你也有找到地狱堡垒的吗？我还没有看到，还是你们？像还没。哈基要转职去找地狱堡垒了。你要去接别的和平的任务了吗？对，你要为大家产生贡献了吗？你要你太重了，不行。没有啊，这个叫做戒心，不是？哦，那戒心的不是心，戒心的戒心太重。戒心这么高干嘛？啊，不能骨粉直接撒在那个史莱姆上面吗？绵羊啊，骨粉撒绵羊，它是植物吗？你为什么骨粉撒绵羊吗？它是植物吗？不知道，我想让它变，那我往变白的，它可以变白色染料啊。你要骨粉再分一次。对，现在那个墨囊也是要再分解一次。想说什么鬼？你在？我想说你要让它快速成长，是在阿龙，把它当小外孙。它不是蘑菇牛哦，是在阿龙。哈罗，是在哈罗。对，都真的都已经会用了，原本不会的都会用了，真的是。大家太会了，太会讲了。啊，要晚上了，我危险了。没关系啦，可以的。不危险。这怎么会？我要把树叶，可是我没有要保留树叶。哦，原来哈基你在铺哦啊！嗨，你好，我想说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洞在这里？带有人烧起来了，有人烧起来了，有人烧起来了，烧起来！你刚刚是不是不小心讲出一个"爽"字啊？我要水不是爽，你才爽，你才爽，爽爽爽爽爽爽啊！他自己你在地狱放水也没用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地狱放水没有用啊！我你要到国府才有用啊！到了，所以他说爽啊啊！爽，原来你喜欢被烧的感觉。F3没有啦，嗯，我这一天到晚开车。观众可以帮忙做一下那个哈基诺即兴本之类的即兴本。哎，显示创可是 F 啊？你说 F 三加什么？F3G 好，没有啊，之前不是影月那边有一个什么，有粉丝帮他做一个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对，影月要趁这个时候来问一下，到底是谁帮你弄的？什么东西弄什么？就那个是有一个人家帮你弄的影月弄笔记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呢就即兴什么的，对，怎么恐怖啊？酷，谁弄的？对啊，然后里面然后里面就写的超级详细，然后甚至还说到什么云月喜欢非人类，我想要云月整个问号，非人类，对，喜欢非人类的是，哦，
然后他最近想干嘛？隐约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去找繁星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不走你那一边，你要走我这边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走我的，你走的是另外，你的是另外一边啊。拍谁？是走错路？我想说你想干嘛？一直靠过来，一直靠过来。到底想做什么啊？没有啦，又想做坏事，是要坏坏的事情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其实人很好的，你人很好啊，人没有说人不好，你人很好，你是好人啊。你被利益诱惑了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。真的，以前的哈基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以前的哈基很乖。是钻石带坏，一定是钻石带坏他的。怎么巧遇？你怎么错了？没有啊，我想我要回家。嗯，想说这样子，哪嘞？你们做一件事情都要回头看，很累。所以你这边死过一次就不用回头看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不可，可以的。我们要捍卫钻石，捍卫钻石。好臭、哦！不是那个捍卫，捍卫钻石啊！那个捍卫，原来是捍卫的、哦，捍卫部分呀， yeah, 挺臭的啦。嗯，头有了，剩下不到，剩下半小时哦。嗯、对，哇，嗯。现在半小时要来干嘛咧？让他去杀其他人。来去挖矿。哎、欸，杰克，我有那个了啦，史莱姆球了。哦好。赚哦、喔，要求哦。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怎样？我挖出来就是苦力怕。哦。我以为你说挖出来看到哈基出现在你面前，要求我刚刚真的是差点吓到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？还好，我也是觉得蛮恐怖的啦。还好，我人法是复制好了，人法复制贴上之术。你已经把卷轴准备好了，不用念咒了。他是从墙壁默默的钻出来，真吓死我！我在等很久了，我在等你看你走下去，我就在旁边转角先等。哇塞！然后过来说，那一进来说不要瞎掰好吗？哦、有，我有蜂巢了。哎、欸，瞎掰哦！蜂蜜居然不会回血了吗？我怎么记得会？不会吧？我喝了没有用哎、欸。这 不是会吗？对啊，居然不会了。那就只能喝雏菊汤啊，雏菊汤了。哇，那我盖蜂箱要干嘛？你只是想要喝而已吗？我想要回血，想回血啊！这样啊，蜂蜜不会回血哦，这假的？真的啊？还是说本来就不会？我怎么印象好像？我印象也有啊，我有听说过，好像不是说会吗？还是呀、啊，又是听错了我们？啊、这有改过，有变动，后来有改过了啊？欸，那小雨跟你借，来呀！我需要配种。欸，还是我挖过来给你配？可是他们说本来就不会毁耶。真的吗、哦？那到底是泰拉瑞亚害的吗？还是以前预测的那一集的时候，我说他会回血。哦，你害的，就是你，丢犀利。